来啊，兄弟们，来，咱们把这个过江桶看一下有多没有。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洞这么大啊！来盘一下。哇塞，又是金花洞哦！金花洞，金花洞。软一点，但是他跟着那个冰缝走的啊！哇塞！哎呦，难道这外面有出洞啊？金货啊，金货，金货，金货！兄弟们，兄弟们，这个洞大哟！欢迎我吴凡哥，欢迎吴凡哥！金货洞，金货洞，对，又是他的。看他滑出去没有啊？就是有。不要急嘛，再摸一下嘛。等一下，我再排查一下。哇，是这么大一个洞，你的温冷。我看阿斌已经很冷了。这两个洞，没事没事。还有洞，还有洞，不要慌。还有洞哈。不要慌，对，今天这资源确实，说老实话，百年难得一遇。给我推一波海阔天空哥的热气球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慢慢来啊。这个是金货啊，金货，金货，金货。感谢我吴凡哥的宝箱。谢谢吴凡哥。不是，好像在那滑着跑一样啊。阿伯说好像在外面退着跑。它洞越来越小了哎。那可能在往外面缩。哦，穿了。穿了。上面还有没有熊？对，然后没关注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啊！今天这个叫他们看了很过瘾。看一下老枪枪。这里面还有个洞。排查一下啊！排查一下，排查一下。我说这个洞这么大。有点卡呀，我估计是你手机关机了。难道在这里面？哦哟，难道在这个老墙里面呢？啊！期待一下，兄弟们。卡不卡，哥哥们？卡不卡？卡不 卡, 卡不卡？我现在是用了自己的流量，可能会卡。我现在完全不敢蹲下去了。卡不卡？哎呀，卡呀！不卡，行，可能是那个手机没电了。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尽量不动啊，尽量不动。在做鳝鱼。现在大工程，没事，不急，慢慢干啊，慢慢干。好，不卡就好，不卡就好。因为现在没有连着那个 WiFi 了啊，没有连 WiFi 了。手机它没电了。对。大不大洞？大噻。哇，好多那个烂贝壳。慢一点。我这条鳝鱼都打了一两米了啊。在不在家？大哥，你在不在家？我来看你来喽。家人们，打个电话问他在不在家。抓多少了啊？
可能将近一个九斤吧，将近九斤啊，今天。哎，来了，来了哈！别，在里面。在，在哈。真的从这边，哦吼，真的从这边钻出来了，来，哇，金乌，从那边钻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漂亮，牛逼，来，家人们，公屏上面三九六来一波，三九六，来来，给家人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哈，来来来来来，爽得很，哇，感谢我幽灵哥。今天的收获看到没有，这些鳝鱼好大一条，今天爽呆了啊，过瘾，对，喜欢我的家人们关注软没毛病啊。